两百五，你要讲。来，各位注意听哦，会当平我是两平。来，你话，你话，两百就我六啊。七包是百分之百，照相，百分之百原料。我了解吼，恁拢无要紧，啊，不过恁莫甲我去计数，我是也拓你嘛。即我三包发两百块，规包无骨头，韩式炸鸡，我无要卖它。 我袂百分之百，我妈安尼落啊，出得卖介绍，其他要吃也卖三包，你也无要，你两包。来钱啊！一包包哦，两包三包。我来讲，我一包够你，一包够四包，一包两百哦，两包哩。哎，两包。吃哦，百分之百原料哦，四包，卖我计价钱哦，四包。哎，两包。卖两包咩来？百分之百原料哦，亲妹。恭喜。四包两包，够要吃哦，两包。两百啊，要吃吗？两包。两百。 我真正无要卖，你袂去买袂啊？够要来无？哎，两百啊！来，你无要四只一包，四只刚刚有人要买一包。哎，超值啊！一百，一百啊！真正要二千啦，三包两百一件啦，无你卖一百啦，听啦。哎，一百，听下来啊。我卖一百哦，记得。哎，边啊，这个谁啊？一百。这个龙一百。这个谁啊？一百无啊？这里啊。听啦，八百。最后一里路啊。 我赶紧请教一下，你们有没有零钱？二十块可以做，二十，二十块，哇，你前面做，我嘛走你啦，二十块来啦。二十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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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
包。三一百，八十哦，哦，你就好条包。我是甲你收偌济？20啊，二十啊。二十个啊。什么料？莫继续后边。你几个？九。九。十七个中包。啊，昨下上班要食鲑鱼的手来个。2500了，规些拢我哩。哇。啊 ，OK 啊。2500啊，来啊，快。开心吗？妈妈，开心吗？来啦！其实我你也当吃到明年的过年。你觉得今年过年你吃这吃不了，你一定要吃到明年的过年。你这些大事要搞定，干哈嘞？卡吃嘞？2500来，没有？一句话。2300了啊！不会了啊！你买几多？你买几千块？你也气着啊！2300。变化天毛来啦！2100了啊！无来啦！无那么好啊！你那没几多？天气有问题啊！没这问题啊！不是钱的问题。好，阿来好，2000。好啦，卖啦卖，我来讲啊，一句话就好啦。伊这红肉鱼下海肉啦，这条你用煎的最好吃，煎了买就好啦。五包来。哎，五包啊！五包行了。五包来啊！哎，五包。五包来就好啦。哎，放心啊，来啊。你莫五包都无我咧。哎呀。五包来。五包啊！帅哥。五百公。一二三四五，六个人去，五包来。五包。这顿我甲你讲三种料理。煎烘煮米索，安尼就好啊，剩咧卖介绍五百啦，是个心情。哎，五百啊！五百块，你只要加价五百，我就甲吹落来啦。我真正无力啦，啊，一当平我就存钱。哎，今日大家拢早坐会，啊，今日存钱我做会够互恁啊，真个啊。五百啥物事啊？哎，五百啊！五百啥物事哦？是个水饺起来，你买包水饺，恁我来买，恁甲我买上。我这包水饺真正好食，剩一包100咧。来，一百啊！何家香牛肉水饺，你食看卖，何家香就著名。来，剩你包看他们小姐一百块。哎，一包，一包了。我后边好加价，好啊。阿志伟，你讲哦，搞你个客龙来睇下。你今日只要拿加价500，我讲无少同主，互你吃好欢喜的，真的啊。来500啦。500输一个。来多一包。咩啦咩啦，我来讲啊，边边。我来讲，我本来要加少来啊，无来啊，我真正讲真的啊，既然来啊。一张好你的钱，好你啊！规斤你家当个领导送啦，500来。哎，500啊！500块啊，钱啊！哎，这个下来出面就拢亲戚你500块咧，我是搁要再做个啊，我拢我落去啊，亲戚500块。哎，500。这对你外口不看卖500咧？哎，500要啊，500。有啷么接呢？无？阿姐话你讲哦，我真正要想你卖嫌济，你顶个头头招，我无请人，逐礼拜安尼卖你。
好，我讲真正，这人客家人有抢，我老公娘咧卖你，真正买起，我做会到，我尽量哩。我爸你客家真正，我真正无想要赚两百。我再告你，我爸好了。这规条拢肉尔，敢只只大鸡尔，只鸡尔，两块只鸡尔，剩诶拢无。真正，你卖伊卖倒去，五百块尔。五百。五百要吗？五百，我先要来啊。五百要起来无？五百。我若无了钱就对啦，伊巴肚疼。你卖再多二啊？凊彩啊啦，甲只来啊啦，真诶啦，来啊，凊彩啊啦，真正啦。你连了几斤啊嘞？五百啦，几多啦？真正有这咸的啦，四个落来五百来啊！五百啦！我讲真正是恁无，恁无力啦，我无这个五百就开始人坐，就恁免买落了。我若无手甲小包，真正你啊，真正开始啊！哦，要钱掏钱啊！你问这老主管看阿妈吃阿恁卖五百无啦？我来讲啊，我看到你，你看你一平啦。阿你看你就知讲五百有咸无？你用阿你看阿平，你知阿你感觉无啥对无？你甲挂车啊？安尼啦，恁家己看啦，我来用我轮，你就知影讲五百咧，根本无啦。这是用这红色，啥出大，恁感觉无啥咧？五百块你是抵袂了啦。五百哦，五百啊！我来讲啊，五百哦。这只要食骨头膏啊，真正。我来讲，做几个？我一个啊。好啊，最后去两个。乖乖，好。谢谢。好，今日你们搁讲话啊？最后去两个五百，差不多五百。五百啊。有啥物来无？我来讲，我都变了。恁小家庭，我尽量把你照顾到。一个人要一半，赶快上你250啦。250啊！二啊五啦，紧嘞。二啊五哦。小家庭啊，紧嘞！你买二啊，我真正上个月紧买啦。二啊五当然正出嘞啦。二啊五。有人吃袂了无？二啊五啦，买一半啦。二啊五。有人要来无？哎，是啊，要几多？要200两个，够两二啊五。250。哦，怎么个平？怎么平？我来买了，恁无啊？来收入，收入。我是真正搬到个菜市场当然嘞，我是无可能变啊只落去嘞。不，你往下先收着。收啊，收啊。这台下规个拢收了，规个这最好用个，这十米多啊。哇，你讲，哦，规个手拢油啊。来，你甲鸡腿买了袂？你要食鸡肉无？我卖鸡肉你呢？鸡肉。有有。鸡腿还可以啊，鸡腿底下俩剩一支俩路。系啊，鸡腿对啊，系啊，无啊。系啊，你要食虾啊无？你有人要食虾啊无？我虾啊袂卖啊无？虾啊袂卖啊！你只先全部拍平，我做翻虾台啊，全部拍好平。虾啊袂啊！虾啊先过来袂掉。好好，等我下诶。你讲拍就拍。这先用，这便宜。啊，多少钱来？我买3000。又贵，你讲讲。家里后壁一个，我咧老主顾，一家了就抢3000啊。来。水当当啊！有人要食马来西亚六皮草虾无？想要食你举手。有想要食虾啊？你手举手，剩只尔。有人要食草虾无？1000块。草虾有人要食无？1000块。马来西亚草虾有人要食无？1000。1000啊！给过你边啊。OK。鸡腿卷有人要食无？鸡腿卷。鸡腿卷哦。收片。有，鸡腿卷嘛。鸡腿卷。鸡腿卷要吃200了，对吧？两百。你先摕一个来客个，你先摕一个细个箱啊，鲑鱼的箱啊，切成我需要，这边看要这边先收个。牛肉若要吃1000块，我上互恁啦。牛肉若要吃这，有兴趣的手摇下，有人要来无？先收个，遐这边。哦，不要这乌鸡啊！来，今天讲要吃200了。来200啊！好，阿咱这支鸡腿就卖袂了，我就袂记了，这支就卖袂了，来加点毛料片。
三百一元钱，买两包，我把四百拢买两包啊。几个头就买啊，几个头就买啊，几个头就买啊。对，不知道。两包，一共买两包，两包。一包，好了，最后一包一包怎么样？无。哎，一百呀，不行。最后一包三百一元，一包怎么样？我好了。等我。一包一包。你买三包拢袂买，先一包一包，拢买下咯。好啦，来啊，拢来啊，三包啊。来，我下要食，免五包，四包拢免，两百让你大包，三百，四百让五百让你先加钱，三包啦。来，三百好几只？四百过来，三包嘛。OK。哎，老朋友 ，OK， 老朋友，老老，小心啊，老哥，你也多 ，OK， 帅哥啦，好，帅哥啦，好。来。对咯，伊咧赚的钱，你赚上面做在娱乐路，迄拢贵个，下班。来300到200这些，啊，来你几啊大，先小坐下。袂出面啊，我来个话就跑到你袂出面，都系你缩小腹面。无啦，这个小腹啦。来，大哥。你阿妈赶快来啤酒肚啦，你阿妈赶快来啊。啊，今麦我还无你容易，今麦寒啊，无容易。啊，是咧轻一点。你搞了要食小班？五百啦！哎，五百啊！一百五百，两百五百，三百用四百，五百有人要食上班嘛？五百块。真㖏啊！包什么？头前啊，来啊，包啊！有人要上班嘛？哎，有一家什么对啦？哎，啊，七七的啦！你敢无大海啊？你真车顶够一个讲话，甲七七了进去。啊，干你个大老面！甲七七了进去，用豆腐七七了进去。吃嘞，豆腐吃嘞，不了嘞。刚七六星期，迄、那个五百，哪要吃来无？哎、欸，五百。四啊五，唔免，总计要先给钱四百了。哎、欸，四百啊！我先四百，侬啊？啊，一个星期十块，最后个就是三啊五，我无买多啊。三百五啊！三百五，干咩啊？